Snap 無限分，我是 KT。 今天為你介紹一支鏡頭，是蒼野原創 50mm 1.4 光圈的定焦鏡。留意 1.4 光圈是官方自稱的，實際上它是不是呢？其實 KT 都不知道。相信大家看到這些 video shot 就知道這支鏡頭出了事了。很明顯這支鏡不是說很玩認真的東西，是一些比較玩意的鏡頭。這支鏡頭最大的特色呢，就是大家都不希望出現的缺點呢，包括黑角、色散、紙邊、變形、不 sharp、 沒有 coating， 它一一呢都可以給曬你的。價值$35，很明顯是用 3D printer print 出來的鏡頭，加上一塊玻璃的設計，竟然以落後100年左右的技術帶領潮流。這支鏡呢雖然就問題多多，但拿出街呢拍下照片拍下片其實都挺有趣的。至於怎樣對付呢，其實都有得扭下擰下的，不過就我想扭兩下應該都散的了。基本上我拍的時候 Fold 都 X 對的了，一來它很難對，二來呢你就算對啱了都好像 X Fold 的。但是出來的效果 KT 就覺得都挺有換味，間不中拿出來玩下都不錯的。最大的好處是連凡士林都不用擦，雖然看個樣子很明顯就看到是一支 X 鏡，但是 KT 呢都盡力打一些 spec 給大家看看。雖然都是一支這樣的 X 鏡，但是 KT 都盡力拍一些好像正常的照片給大家看看。什麼收光圈那些東西就大家不用想了，官方呢它是給了幾塊光圈葉來呢貼在前面那裡，拿個磁石吸住給你收光圈的，但是一樣整件事麻煩的，所以呢我是沒有用過的。咁拎佢出街街拍嘅時候咧，根本上咧，隔離行過嘅人咧都唔知道你影緊相，因為其實佢掛喺個機身上面根本唔似一支鏡頭。咁當然偶爾咧都會有啲行人行過咧望住你呢個傻佬咧，心諗你唔知喺度做乜。KT 咧將呢啲相咧俾都係一位攝影朋友去睇過啦，咁啊我個朋友有一個好生動嘅描述嘅，佢認為咧呢支鏡嘅 quality 影出嚟嘅嘢咧，好似咧一個人死咗之後咧嘅靈魂模式咧去望呢個世界咁。咁我 friend 亦都後來回應就話，其實佢未死過嘅，都係亂講噏嘅啫。By the way，KT 覺得呢支鏡咧將佢 turn 做黑白相咧，反而個效果咧又幾有趣喎。可能呢因為它真的落後了100年的技術了，那黑白相出來的效果是挺有味道的，我覺得是咯。出呢支鏡頭嘅公司咧就相當有趣嘅，其實除咗呢支 50mm 嘅鏡頭之外咧，佢仲有出其他焦段嘅定焦鏡，咁當然啦，都係以 X 為名咧就出咗好多 X 鏡出嚟嘅，即係咩意思？就係俾你玩啦，你唔好太認真，當佢係一支可以我都唔知點形容啦，總之係一支玩鏡頭啦。咁但係其實都好平嘅，係幾廿蚊啦。咁啊最貴嗰支135嘅焦段咧，我立過下眼，好似係100多蚊嘅啫。有閒錢嘅話，咪買支翻嚟玩下咯。講真，就算唔影相嘅話，當擺設都 OK 啊。
KT 咧買呢支 50mm 嘅時候咧，仲買埋佢嗰支 17mm 咧，佢聲稱係 2.8 光圈嘅一支鏡。有機會嘅話咧 ，KT 咧又會拎埋呢支 17mm 嘅鏡咧出街影下相拍片咧，俾大家睇下咧佢嘅成像又點樣樣咧。咁又差唔多到尾声啦 ，KT 又提提大家，中意我呢条片同埋呢个系列嘅话，记得订阅我呢个频道，按下小铃铛 ，like 我呢条片同埋 share 俾你嘅朋友仔啦。我哋下集再见，拜拜。